我们这个跟我你两三个埋不了我身的，你没有看我那个时候的身材啊，曾经在一个擂台一根对七个，轮流的跟我打，我叫气带，我可以打七根，打下擂台，打完了我还站在那边再来，在那个武行界，他们叫我喝牛血的，找他这个人喝牛血的，整个人是爆炸的，我本身学白眉，白眉杀伤力很强的，完了就空手道和反正我家家的学，我是很杂，我们天天杂家小，所以说你跟李连杰如果在这儿真来两下的话，他打不过你，不会。打不过吧。